来，亲爱的，叫。啊。哎，行。蹦什么蹦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不是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我亲爱的，我们都离婚了，你还来这里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个王脸婆，他怎么还跑来你家？你跟我抢什么老公？怎么抢？你离婚了，你还来？你这个王脸婆，你滚啊！你们两个怎么都那么过分呢？你什么过分？你已经离婚了，关你什么事？离滚啦，滚！真的是，我不走，老公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不是你老公啦。我们都离婚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怎么死皮赖脸还住在我家，还喊我老公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这样你怎么能那么狠心呢？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，我也是满脸的胶原蛋白啊，你现在那你看看你现在成王脸婆了。哎呀，每次我带你出去啊，人家还以为哎呀我带个老妈出来啊，我多没面子啊。现在我是有身份的人了，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不同一个世界的人。什么不同一个世界的啊？我为什么会变成黄脸婆，还不是为了你？我为了你嫁给你，我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了，我还为你生儿育女，还照顾你一家老小。那也是你愿意的，现在我不需要你了，我而且离婚你也签了，是不是？离婚证也办下来了，你再来这里住有意思吗？是不是强扭的瓜不甜？算算你从哪里来，管我哪里去。走，不要啊！你怎么不要？你还死皮赖脸的，老点良心嘞，滚蛋！完了，从我消失在我眼前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子呢？那么狠心呢、啊？本来还想去逛街，现在我都不想逛街，没心情了。走，哎，老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还给什么机会？滚！老公，给我一个机会。臭不要脸的、啊！既然你那么狠心，我也不留恋你了。你这个渣男，你不配！这个渣男，这个渣男，这个负心汉，这个负心汉、哎！你不是小莫吗？干嘛啦？哭哭啼啼的。我老公把我赶出家门了，我现在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他为什么要把你赶出家门？他嫌弃我黄脸婆啊！还带了个漂亮的女人回去。这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小杰啊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。啊，你都跟他啊有五六年了吧？有八年了。八年了，哼，这种人呢、啊，真的是简直是不是人来的，自己也不摸摸良心啊！你那么好的人，是吧？他也把你赶出家门的。他就现在就是他有一点成绩了，他就嫌弃我是黄脸婆了。哎呀，那种人啊，早离早好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要也罢，要了你在那里也不好过，我跟你说。可是我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又没有娘家，我能去哪里？你是远嫁过来的好像是吧？是啊。那娘家你不好意思回吗？不是不好意思，那个娘家都没有人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呢真的是简直太丧良心了，是吧？这样吧，你也不要哭了，是吧？那种人不值得你留恋，懂吗？啊，不值得你流眼泪，是吧？可是我现在怎么办？我都没有地方住了今晚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也是认识有一点人，是吧？我帮你介绍一个老实人来的，看你愿不愿意。靠不靠谱啊？会不会又像那个一样啊？我介绍的人一般都是靠谱的，去看一下，是吧？看一下才知道。那行吧，走吧。好，今晚也没有地方去了。哎，去看一下先吧。这家呢是老实人来了，知道吧？虽然说房子破了一点，但是呢。他会爱你疼你，跟你说他很会疼人的，知道吧？那我知道他，所以说我介绍来给你看一下啊。
上来先嘛，上来吧。玉米，玉米啊！哎，谁呀、啊？嘿，大九哥，嘿，还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哎呀，我看你单身呐、啊，寂寞啊，过来看一下你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顺便帮你介绍个人，让他来陪陪你。这个、啊、他，哎，这么老那么难看，不要。哼，你以为你年轻啊？你有四十有二了吧？是吧？啊？没有，才四十。四十还不小啊啊！再过几年啦、啊，人老珠黄啦、啊，你看还有人要你吗？你还毕业你就嫌弃人家啊？你有什么权利嫌弃人家？人家嫌弃你都不错了，我跟你说。跟你说，我还是黄花大闺男呢、啊。黄花闺男呢、啊？谁稀罕你呀、啊？啊，住了这个老房子是吧？牢房没有一个，钱又没有也没有，工作又不固定。哎、是吧？我他看上去就不像头婚那种，你介绍给我。我跟你说，实话跟你说吧，他呢，他老公嫌他黄脸婆啦，知道吗？结过婚了是吧？对，我就说嘛，哎，结过婚的介绍给我，我还是头婚呐、啊，黄花大闺男呢，你介绍给我。等一下，村子里面怎么说我闲话呢？那些街坊邻居经常跟我聊天呢，人家笑话我呢。村头那个情报站呢，那三姑六婆整天噼里啪啦的说个遍，我都抬不起头来做人了。那你就不怕你光棍人家说你吗？啊？怕啊？怕就行了吗？有个人要你都不错了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嫌弃这嫌弃那了。我跟你说，先跟实话跟你说他先吧，是吧？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再说，好吗？啊，嗯，那也行。他呢，刚才也说了，被他老公嫌弃他，跟他结婚了七八年了，任劳任怨，知道吧？从他一无所有，干到有车有房了，知道吧？后面他一脚。就踢他出家门了，离婚了，啊！离婚之后呢，因为他是远嫁过来的，知道吧？娘家那边也没有人了，知道吧？他也回不去了，所以说呢，他只能啊，来这里跟你相亲了，看你愿不愿意，知道吧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说他跟他老公从无到有，都是跟他一起拼搏努力过来的，是吧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他呢？他是大学毕业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呢是吧？初中毕业，啊，固定工作都没有，是吧？那么说，我娶了他以后，我娶了个大学生，而且啊，我一看上去也像个旺夫相，过不了几年，可能我也会过上好日子的，是吧？他呢，实力是摆在这里的。知道，我知道，关键呢、啊，有个旺夫的女人呐、啊，我。干你事来我都有冲劲了，知道吗？娶到这样的大学生做老婆啊，家务活都不用他干了，我全包了。多谢大九哥吧，我娶到个大学生做老婆啊，我真的是祖坟冒青烟了，这多少多少辈了都没出个大学生啊，我们家都没有个大学生啊。这是你的福气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呢不慌有没人要，我跟你说啊，大把人要排着队。找他呢，你信不信？那啊，如果说你不要的话，要，那你帮我多说几句好啊。行，莫、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哎、啊小莫，你的主意怎么样？帮啊，多说几句好话啊。他这个人呢，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呢。如果说有你在背后帮忙推一下吧，他更加啊可以蒸蒸日上。对，信不信？我就只有一个要求，只要对我好就行。那肯定的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人呢我已经了解了很久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务实，知道吧？就一句话啊，只要你不嫌弃就行了。啊，没事，他这个条件不要紧，以后我相信我们通过努力可以过上好日子。对，什么都会有了啊。对啊，只要两个有上进心，肯定能闯出一片天来。那就这样定了啊。哎，心里给我。那一起进去吃个饭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呢。如果说你们两个感情好的话，就直接去领证啊。白酒的话
请我喝一杯就行了。行行行，啊，我没问题啊。那行，那我还有事，我走了，你们好好过日子吧。啊，哎，好，那谢谢你。啊，你要保证要好好对他，我跟你说，今晚马上汤蒸老母鸡，啊。这个对吗？行了，我也不耽误你们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多谢大九哥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凯连静，请你过来吃个饭啊。哎，这个应该的嘛，跟你说啊。哎，是啊，谢谢你了，谢谢谢谢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那我们进去，马上堂着老母鸡来补补。哎呀，这这这，站长。哎呀，我还以为谁呢，小莫。还以为是谁？干嘛？还想是谁？有哪样是你的？这衣服是你的吗？这裤子是你的吗？哎呀，这鞋呢？说不定那个内裤也是你朋友给你买的吧？啊，这怎么丢脸？丢尽我们男人的脸啊！你就下辈子啊，你就当女人算了。哎，女人你都不会，做牛做马算了。你走了，还别说，人家有这个命，你看看你这个黑不溜秋的，人家就长了一副小白脸的样子。我脱了拖鞋，他穿鞋踏袜了。对呀，啊，你呀，这样吧，你先拿着吧，后面我有钱了，我再给你。我现在急着去找我女朋友呢。行，既然你急着去找女朋友是吧？我也不阻拦你。你要是五年的抚养费，你要是不给的话，这两个轮到你。也这五年了，我带了五年了，也该轮到你来带一带了。你先带他回去吧，拿着这个钱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小孩带走啊！哎，两个宝宝不要怪妈妈啊！等你爸爸什么时候给钱了，妈妈再过来接你们啊！听话啊！小孩带回去啊！小孩，我也走。好好养嘛，让你尝尝做父亲的责任啊！看看当父亲是怎么当了，好当吗？我也走了啊！哎呀，你们两个拖油瓶，今天我托关系找点钱嘛，明天把你送回去给你们老爸。你有房吗？这个？那你有车吗？他会不会是不是不会说话的？你说两句话啊，老是指指指。有，就是这辆。那有没有存款呢？你不是说你给我介绍的是什么优质男吗？怎么这种半天闷不出一个屁的？还有什么这种房子、这种车？哎呀，他这个人憨厚老实，不过值得托付终身啊！哎呀，有什么用？现在人家女孩子，你没房没车，谁愿意嫁给你啊？说的也是，那不是，再说了，他这种人你看年纪一大把就不说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半天问他半天话，他就只会这样指指点点，说出去人家都以为他是个哑巴呢。怎样，我不要这种，你重新给我介绍一个。啊，行，那我跟他说两句，你先坐着。来来，过来过来。他怎么说啊？是不是嫌弃我？是啊，你又没车又没房又没存款，你还那么老实，全部跟他说了。那怎么说我都不会嘴笨，你都知道了。而且啊，他说啊，你这个人啊不爱说话，问你啥你就说啥，像个木头一样，人家跳一下你就动一下。不是啊，我有个特点啊，我见女孩子我怕，我这辈子都没接触过女人，所以说我哎呀，你都几十岁了你还怕。哎呀，也难为你了，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就这样啊。行吗？肯定行啊。行，那好。哎呀，那我没有啊，你们两个聊什么那么久啊？马上，那我就准备啊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是既然啊，我们来都来了，就先吃个饭吧。他养的那些鸡啊很好吃的，都是农家鸡啊。有土鸡啊？对啊，土鸡啊。那行，反正都到这里了，那就先吃一顿饭。对对对，顺便也看看他那个厨艺怎么样。对呀。哎呀，老玉，那个饭煮好了没有啊？不是我说你，真的是那什么人呢？不会说话就算了，没房没车，你看煮个饭来要弄半天，这不是做煮好了，煮好了，去进去吃啊。哎，大哥。哎，妹，你回来了。是啊。哎，今天有客人呢。哎呀，那个二弟介绍个女朋友给我。哎呦，这谁呀？我妹呀。
你妹啊！啊，我嫁到香港去的那个。哎呀，我都忘了，也都是我介绍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今天这个教这个还可以不？你要把握好机会呀、啊。把握什么？看来黄了，人家都不喜欢我，嫌我穷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那吃吧。哎呀，先别找，我告诉你。我今天回来呀、啊，就是我帮你买了一栋别墅，还有一辆宝车，要交给你在外面的那个车。给我？是啊。我又不会开。什么不会开？你不是考有证了吗？哎，要不你这样，你帮我找个司机了，我不会开。找个司机、啊？我不敢开，我胆小。哎呀，那也行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我现在看看他这个人好像也挺老实的。他这个人是啊，老实的。那干脆就这样吧，反正女人嫁人始终都是要找一个老实人，对不对？那我看他也可以了，我愿意。又改主意了。哎，那行，你帮我多说几句好话。对。哎，那你愿意嫁给我哥啊？哎呀，他说你哥长得帅又高大又有力气。对呀、哦，我看他长那么大块，而且刚才我跟他也聊了半天了，我就感觉他这个人还挺老实的。命也不错啊，人又高又漂亮又苗条。哎呀，他刚刚不是嫌弃我吗？哎，没有，刚才是考验一下你。哎呀，你美女啊，你不要听到我说我帮他买了车买了房了，你就愿意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看我像那么物质的女人吗？是啊，我介绍的人能错吗？不许你这样说他。那大哥，你说呢？不过我有个条件哦。什么条件？我要是嫁给他的话，那些房子还有车子要把我名字加上去哦。哎呀，也要给我一个安全感，是不是？跟他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这么着急。哎呀，那一撇不是很快就可以卖出去了吗？这个我听我妹的，我妹做主。哎，其实我也不懂啊，去大城市里面住，我也可能也不习惯。哎呀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今天我就是回来接你过去的。你看你的在家老房子住了多少年了？住这种房子连个老婆都娶不到，我接你去厂里面呢，吃好的，住好的。你怕没有老婆吗？是不是？也是，你把握机会啊！哎呀，你还找什么？你面前不是有一个吗？那你真的愿意吗？我愿意，只要你他那些房子啊、车子，只要写上我的名字，我就一辈子跟他一起过。好，我做主，肯定写上你的名字。那就这样定了，你就先不用带你哥去城里了，先在农村生活，等他们先培养、哎、培养感情。先不要说先。你呀、啊、美女，你既然你选择了我哥，那等一下马上去办结婚证。这个啊，那是啊，办了结婚证之后，那个车啊，那个房子那里才可以写上你的名字的。哦，那行，那既然这样，你看天色也不早了，干脆我们先去把证给领了，然后再一起去吃饭，就当作是我们领证庆祝。哎呀，那我请客。那么仓促啊，我饭都煮好了。哎呀，去外面吃了，我请客，快点。叫嗯，那行，那就外面去了啊！来，哎呀，终于有老婆了！哎，那个老玉怎么那么久啊？是不是穿帮了？哎呀，不好说啊，他那人那么老实。就是啦，还没来。哎，来，领了，证已经领了，领了。哎呀，都多谢你们两个。哎呀，不用谢，既然证都领了，以后啊，你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努力的工作赚钱。你有老婆了是不是？对，是啊，一定要对人家好哦，不要辜负人家。这肯定的，现在娶个老婆那么难娶。哎呀，真的多谢你们了啊。不过、哎、我怕到时候，哎呀，他发现这是骗他的，他会不会跑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办法我都替你想好了，你争取啊晚上加加班，多杀点老母鸡，把那个气球啊吹热就行了。哎呦，说的也是啊，努力。这不愧是过来人。那我不跟你们聊了，我现在回去加班了啊。嗯，哎，那我们也回去。哎，走了，对。哎，小黄鸟，你们好啊。你妈妈呢？我妈妈在菜地啊。来，给个糖你吃，好甜的。不要陌生人。吃嘛，好甜的。我不是陌生人啊，我是阿姨。小黄鸟，你看看，这变形金刚啊，漂亮吗？来，不要陌生人。哎，喜欢就好。你放开，手上还有很多。来，怎么样？来，你跟我们一起
了，来，快点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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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一起上车，还有好多玩具呢。哎呀，不要就算了，滚。我们今天结婚了，剪什么假？有什么好剪的？我们村部见了个小孩，法律经过，我们什么事啊？法律经过这里的车辆都必须要检查。你也真是的，你这样开出来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车不拦，你就拦我们昆车。我特意就是今天就拦你们的车。那你什么意思嘛？我们急着就去接亲呐、啊，被你这样一拦，你耽误我们多少时间？你懂不懂啊你？那我们村不见了小孩，我们也是焦急呀、啊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以为你急中冲出来拦车，你干什么？我们车上也没什么啊，那就检查了、就是啊。就有一个花童，就是、啊、你看看花童。哦，那看来我们搞错了啊。对啊，那让他们过去了。的啊，好，让他们过去。来来来，走走走，把车拉着。啊，新婚快乐啊！好好好。你呀、啊，滚！来，还有这个，有你！哎、啊，哎、啊，干什么、啊？哎、啊、哎，哎呦，哎，到这边来。哎呀，这是他们家的，不是我们。嚣张啊！我那个是我们的花童啊！你们抓错人了、啊！花、啊、什么童？你们敢动花童吗？这是我儿子啊！你们两个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你儿子。当我们花童了，就当花童、哦，你征过我同意了吗？你们两个征过我同意了吗？啊，刚才我们给糖你儿子吃，他都跟我们上去了。啊、哎呀，哎呦，看来是拿糖来骗小孩的。说出来用甜用糖来哄骗小孩的，这种惯犯了。先说怎么把他我儿子弄醒。哎呀，那醉的，哎，喝醉的，还喝酒喝醉，你这个女小孩子，你都给酒喝啊？说，你这人做了什么？你们两个说不说？打他一下就醒了。哎呀，小文，小文，哎，小文，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看看是不是他们两个，看下去了你。是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们两个坏蛋，真的是啊，太缺德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还敢骗小孩的，你们。现在什么社会了啊？没有钱，你们就去好好的工作挣钱，行不行？非得干这种非法的勾当？还有没有点良心呢、啊、你们大哥啊，我们也是迫于无奈啊，我老婆没得生啊。是啊，哎呀，这个小孩你说的那么理气直撞的啊，我就是想抓到我去当我的儿子、啊、你放屁吧，人家要养也是养那种小的，谁会像这种那么大的下手啊，真的是。哎呀，大老实交代啊，大的好养一点。哎呀，说话一套一套，刚刚说结婚拿来当花童，现在要来当儿子、啊、哎呀，我看就人贩子，钱言不搭，快点交出来，嘴巴里面没有一句实话，没打少有粪给你吃了吗？打断他的大的手，没打了，没打了，说，哎呀，我们把他抓去卖呀、啊，对呀，卖，你为什么不卖自己小孩啊？你为什么不卖自己小孩？你为什么要抓人家的小孩去卖？我们没有小孩嘛，哎呀，没有小孩你就可以卖别人的吗？啊，真的是坏透了你们这些，你们今年也被抓去，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感受？问你们。我们都做这一行，我们跟他们说话叫什么房？你看，大老小孩，哎呀，惯犯啊，惯犯！是说干了多久回来？今天第一回，就是啊，今天第一回。那往常呢？往常偶尔干几回啊，偶尔那么多，打的。说卖去哪里？卖去。先报警先，报警，真的是，不先报警先，打断他的腿。报警，让他们两个去。你们不要报啊！我们以后不做了。有零吗？没有以后了。在我们春山岔路口这里啊，有两个人贩子啊，用糖来骗小孩啊，抢小孩啊，现在被我们制服了。你们快点过来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好。等着吃免费馒头了，还想跑啊？还想跑啊？跑了！没打了！没打了！你还跑什么跑？就是跑，要跑不快一
现在跑有用吗？这个死胖子还想跑，还死不悔改，你们啊，看来你们一点弯弯悔过之心都没有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车上有很多钱，把刀也给你们，都给你们了。谁稀罕你们的钱呢、啊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、哎！我们才不用用你这种钱呢、啊，大哥。你看见你没娶老婆，你把我老婆做掉，我哎呀，那么对的，还这样子啊？狗咬狗了，真的是啊！大难临头各自飞了，都是他的主意。哎呀，我老婆的抓他去，我老婆的主意抓他去吧。不管是谁的主意，到了警察局，你们自己好好交代吧。真的是有免费馒头吃了一辈子啊！哎呀，我们哪里吃的习惯那个东西？不管你们吃什么，快停下来了，说吧，我不去。今天幸亏有你，你也是。妈妈平时怎么教你呢？叫你不要拿别人陌生人的东西，都不能够拿，知道没有？知道。他给什么东西给你都行，凡是你不认识的，通通都不能拿。你看，幸亏今天有姐姐看在，不然呢哈，你啊卖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啊！真的是，哎呀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我们也去警察局那里把那帮坏蛋一锅给端了，走。钱的话，我们以后就买，可以买个首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哪怕是在大街上认识我，看到我们也假装不认识。还有，把那个通信记录全部删掉。等一下，我就马上全部都删掉。你们呢、啊？到街上也不要到处宣扬啊。知道了，这种事我们懂。孩子，我们交给你了。要是被查出什么底细的话，不要把我们供出来啊。还有啊，他跑了也不关我们事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是啊，不聊了，走了，老公。我们做这个可没有售后服务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我们家终于有后了。哎呀，这个小子真的是太帅了。走走走走，回家回家。等啊，请啊，叫妈妈，我是你妈妈。不叫，叫妈妈。不叫。哎呀，这个是，来，我给个糖给你，你叫我妈妈好不好？不叫。哎呀，怎么不听话呢你呢啊？不听话我打你吗？老公怎么还不回来了？这早就打电话了吗？哎，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你看我们儿子啊。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里啊？我们的儿子。我们的孩子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自己的种子，我难道不知道吗？我都没有下种，怎么会有孩子？不要动他。哎呀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去哪里弄来的？哎呀，去哪里弄来的？你看我们结婚都10年了，一个小孩都没有，啊，村子里面的人呐、啊，早就在背后议论纷纷了。这个我知道啊，但是你这样弄个小孩来，不明不白的。什么不明不白？以后他就是我们的儿子了，我不管，我就要个儿子。不行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你老实说，去哪里弄这个小孩来？我花钱买的。卖孩子啊！哎呀，你糊涂啊！怎么专门干这种糊涂事啊？什么糊涂啊？反正你情我愿的事情。买卖妇女儿童啊，要吃花生米的，跟你说。哎呀，这种一点文化都没有。哎呀，村妇一个，真的是。那你把它放开了，那我那钱不是打水漂了吗？打水漂就打水漂了，谁知道你做，谁叫你干这种事啊？啊，都知道啊，不吃花生米算好了，跟你说。干这种事情有那么严重吗？不严重啊！啊，村东头那个啊，十几年前
弄了个小孩过来，你看前两年不是被抓进去了吗？那是纸是包不住火的，知道吗？那是他不小心，我们小心一点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你怎么还是这死性不改呢？哎，你再说了，你想想看，你把人家的小孩捉过来，人家家里面十月怀胎生个小孩下来，多么的不容易，突然间不见了个小孩，人家心里面又会怎么样呢？啊，一个家庭啊，就这样支离破碎了，家破人亡了，知道吗？人家得有多痛苦啊！你一点都，哎呀，你这个没脑子的女人，你真的是的，哎呀，专门干这种窝囊事。我怎么知道？他那个人说的是他自己生的小孩，他们养不了那么多，就送一个给我们了。哎呀，真的是的，不管那么多，我们现在马上去派出所自首。自首？那我不是要蹲大牢吗？你去了那里，你跟谁交易了？要一五一十的跟警察叔叔供出来，那个最好是能来个那个戴罪立功，啊，将功赎罪，知道吗？那我会不会被吃花生米啊？哎呀，你先那个同时招出来吧，啊，到时候再说了啊，你态度一定要好，知道吗？嗯，我跟你结婚十几年，到最后你要把我送进去？谁叫你干这种糊涂事啊？没事没事，有我在呢。哎呀，真的是干这种糊涂事啊！我其实啊，我早就找那个中医看过了啊，药我都买好回来了，那药丸就在那个鼻箱里面去。那个中医说啊，只要我们两个一起去调理，那么一个月啊，很快我们就会有孩子了。嗯，那你也要等我。哎，行，没事没事，走。小朋友，对不起。哎哎，我们一起去派出所。哎，小朋友你也去啊，等一下我们送你回家啊。走走走。哎呀，窝囊啊！哎呀。